各位网友，各位亲友，趁住呢个新春马上到啦吓，啱又换咗件衫，咁啊拍开嚟咧就拍多集吓，睇个点啦。好似我哋咁嘅年纪呢，快有90啦，咁就听见讲咧，自己都好快就要。搬入老人屋咯，我已经租定咗一个地方，因为我自己嗰间朗逸花园都仲未起，咁啊都要先租一个地方啦，就离开呢、个市区啊，即系冇咁嘈杂啦，搵个地方好好地咁休养啊，咁就系先租。然之後等待我嗰個新居落成咧，先搬入去啦。都唔平噶。而家你租一間呢個養老院咧都要2000多蚊一個，2600一個月噶。嗯，而且乜都冇噶。就係一個地方噶咋。咁就係冇家私包噶，咁就係咁啦。人咧嘅過程咧就係不外如此啫，係嘛？所以咧，人咧活到好似我咁嘅年紀咧，咁嘅身體又麻麻地啫，係嘛？但係就係輸人不輸陣啦，所以嘅樣咧仲係可以啊，裝修一下，睇下啲鬍鬚啊，咁仲好似呃得到人啊，好似仲話啊幾後生啊，有啲人咧嚟到異樣你咧。不足為己係嘛？你唔好信就得啦。你唔好以為自己仲係年青啊！呢個真係不過到咁嘅年紀咧，亦都好多雖然有感觸，但係亦都好多咧值得咧欣慰嘅。嗱，我哋咧一個凡人咧嚇，我哋唔好講話做咩大事啊！你做一個凡人都好啦。你我相信最緊要咧，你具備一種即係文邦物爾啊，一視同仁，大家高低啊，眾生平等啊，呢啲佛家嘅意志啦啊，所以我一直都係好信仰佛教噶，到而家都係咁噶。我仲有個佛堂喺度咧，日日念經啊，念觀音經啊。能夠念得出就念噶啦，係嘛？幾好噶。咁總係有啲寄託啦，係嘛？晚年咧到宗教嘅，有啲宗教嘅寄託咧，都係一個好事嚟嘅。我就講俾大家聽啫，係嘛？就係90歲嘅活到90歲嘅人咧，都有一個些少所得啦，係嘛？就唔需要話拜數自珍啦，可以咧公之。同好啊！如果有咁嘅對於人生有啲感悟嘅人咧，都會係中意聽嘅喎。咁所以我咧特登要拍多幾集啦。個人生咧有咧嚇先優後樂嘅呢啲咧，就係本性係咁啦。如果係有，亦都係恭喜你啦。不過咧就係有啲以為咁。以為樂喎，係嘛？亦唔能夠話佢譬如憂愁有憂愁嘅呢個豁達，但係你可以咧睇啲人生不外如此咧，就會好啲。但係如果你又乜嘢都憂咧，咁就唔係咁好咯。對於身體健康啊都有影響啦，係咪？譬如古人為師憂道，即係怕啲道蟲咧。自書呢個蟲咧叫做道嘛，為師為啲師保持啲師完整幽道，怕有啲自書嘅道蟲咧嚟到將啲書破壞。為月幽雲，個月咧又怕啲雲遮住佢喎。為花幽風兒，為才子佳人幽薄命喎。呢啲係菩薩嘅心腸啦，係咪？
咁呢個咧就係、是、有菩薩心腸好唔好咧？當然好啦。佢嗰啲憂咧就係、是、呢、這個嚇菩薩心腸啫，冇乜唔好噶，係嘛？真係好，真係非常好。咁啊梵文正功咧，即係梵仲淹咧嚇，咁、啊、就係呢啲就傷神啲噶咯喎。佢點講咧？佢呢個人咧又真係啊！法文正功咧真係好偉大，佢守邊防咧守咗幾十年嘅係嘛？我哋睇下佢好多詩詞咧，佢雖然唔多，但係佢必然咧係精彩嘅。啊，咁我哋暫時未講嗰樣先，你就係睇下佢嗰、那個啊呢、這個啊法文正功啊，係喺呢個啊岳陽樓基咁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其乐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而后天下之乐其乐然。喂，中国嘅多数忧患嘅人，有忧患嘅咩嘅时候呢？你邊有樂啊？後天下即係樂其樂然，佢唔能夠以民同樂，佢到到你哋大家樂完啦，咁佢先樂喎。後天下即係樂其樂然啊！所以呢個係當然係人人志士嘅懷抱啦。啊，不知係菩薩心腸啦，直情係人人志士嘅懷抱。啊，呢啲咧真係好偉大嘅人先做得嘅。啊！呢、這個人生咧，有時咧，都唔係話一定要係憂愁嘅。你苦中作樂都得嘅啫，係嘛？你唔使咁憂。你嚟到咪嚟到嘅時候，你有準備咪得咯，係嘛？你知道呢個咩咪得咯，唔使話先憂後樂啫。啊，憂可以一齊憂，樂可以一齊樂，已經係做一個公民咧嘅天職啦，係嘛？如果你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咁你根本就喺中做一個中國人咧，你都唔使樂啦，唔使諗啦，啊，直情係咧，呢個苦中憂中過一世，咁咧對自己當然就唔係咁公平啦，啊，對天下蒼生當然有貢獻，但係咧。這個呢你可以養好個身體，照顧下自己，休息有時，咁唔使話成日休係嘛？你鬱一症遊咗之後，咁你想幫助個國家都唔得啦。先顧自己身體，我相信好重要。所以人呢個生命呢，除咗常在嘅時候呢，有所作為呢，你都身體唔好啦，你都想要作為都唔得啦，係嘛？所以呢人啊有時呢睇到嗰啲人呢即係當佢呢個乘風破浪嘅時候固然係好啦，但係人生呢唔係咁順攤㗎嘛，唔係咁順水順舟㗎嘛，你好似呢個赤壁賦咁樣係嘛，你都有曹操係嘛。你描寫佢就知道啦。當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逐鹿千里，旌旗擺空，把酒臨風，橫索赴雪，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呢？係咪？真係咁嘅。破荊州係嘛？這個江陵咁啊，順流而東也，逐鹿千里。啲船咧不知幾多係嘛？旌旗擺空啊，把酒臨風，橫索賦詩，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因為咁嘅話咧，你又可以知道人咧呢、這個無常嘅。你得意嘅時候咧，冇錯啊，係好，但係咧係亦都係咧有啲啊曬者如痴。不分昼夜，人生总要过去嘛。所以有时忧不足，忧
喜就不足喜的，那么这件事呢就比较现实一点的人生。啊，那么你说刚才讲过范仲淹啦，你镇守个边防都几十年啦，你睇佢写啲词写啲咩啊？咁啊，佢能够镇守边防嘅时候咧，都佢唔系以战嚟止战，佢即系佢呢个人喺度咧，佢以呢种嘅和平呢种嘅心情啊，同使到咧旁边啲人咧啊。都不会说起干窝啊来到打你，那就已经是成功了。所以善战者啊，他就看不到战争了嘛。善战者他是止战来的嘛。那范仲淹那些呢就所以上兵伐谋而已嘛。这就是他的谋略，不是能够以和平以军容以来到巩固啊！而家訓練好嘅士兵，嗱能夠咧唔侵犯人，人侵犯我咧，就必然咧佢要考慮嘅代價。咁你咪個和邊境咪和平咯。所以范仲淹一生咧，當時個回鴨人咧，佢都能夠同佢相處嘛。回鴨人當時好強噶，啊！當到范仲淹話范仲淹老啦，唉諗諗下佢都已經過去啦，咁耐都冇聽到佢嘅消息啊嘛。他當然是退休了，已經是了。回家人就作反了。作反呢，朝廷叫這個范仲淹來，范仲淹來了。他不是帶兵去，他就單槍匹馬去到個回家人的營，預備進攻的營。這個回家人呢，哎呀，范夫子，范老夫子，你仲未死啊？哎呀，我哋对唔住啦，我哋回兵啦，撤兵啦。咁啊，真系啊，不，所以不战咧而屈人之兵，就系咁咯。系呢啲又唔系啊将军呢啲发谋嘅问题咯，在于佢以德行咧嚟到感化呢啲好战嘅人。所以呢个范仲淹系了不起就系咁咯。所以佢有宋一代咧。文政是最大的嘛，因为范文政公啊，文政最大。人家说欧阳修那些名臣呢，不知道文宗啦，是吧，那他文政呢就当之无愧，最高的位阶呢就文政嘛。所以真的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那中国人呢就是啊，好念舊噶嚇！當你咧呢、這個好似我哋咁活到90歲嘅時候咧，裏邊咧經歷過咧，真係好多受恩過啊，懷念，使到我哋一生都懷念嘅人咧。啊，我就有好幾個咯，我都真係數唔出咁多。我生平咧好結交啲老人家，啊，好似我。先講下我個老師啊，黃錫和先生。黃錫和先生咧，係教財政學嘅，我係佢個學生，咁我哋思想相得。佢教我念佛啊，教我念經啊，真係比紙扎仲要先步。嗱，我舉個例俾你聽。嗱，我中意食魚頭，魚頭雲咁。佢總言之唔理全家嚟食飯好啦。把个鱼头揾你嘅眼嗰度一笃，就放喺我度啦。个个咧，佢啲仔女个个都眼望到眼都定晒，次次系咁嘅。嗰、那个鱼头揾同埋佢嘅眼嗰一笔嗰嚿最好嘅咧，先送到我嘅碗嚟去。啊，呢个黄老师啊，我真系都唔知点样报答佢。真系师生相得咧，呢个真系咧，哎呀我。真係唔識講佢咁好對我啊！佢而家好多咧，嗰啲佢自己嘅呢個證件啊，乜都係交俾我嘅啊！佢真係講嘅，我真係好懷念呢個黃老師，黃錫和老師啊！咁啊，仲有啦，係嘛？呢、這個梁之恆先生對我又好到不得了，我真係非常感念嘅。梁之恆一見到我嚟呢間，嗱、你哋唔好嘈。等阿許伯伯佢又好灰鞋噶，等許伯伯嚟講嘢。
梁之恒先生、董世芳先生、钟鼎文先生，呢啲我真係都係對我咧，真係一生影響好大。仲有馬樹麗先生，啊，我就講我俾個小丑啊陳學乜嘢賣咗佢間內湖，個內湖咧佢同我講，佢話嗱呢間房就你噶咯，就快起好啦。啊！點不知佢交個印章俾佢，佢連間屋都賣埋佢。啊！呢啲所以我真係對呢個陳學乜嘢咧，我真係對佢啊，真係感冒。咁好嘅人啊，馬樹麗咁好嘅人啊 ，OK。君子可以棄其方，佢就睇死馬公咧，唔會即係起佢訴訟。即係人生嘅弱點咧，忠孝咧。就變咗人生嘅弱點。佢睇死你唔敢咩？居然咧間屋交俾佢，佢同你賣咗佢都敢做。咁要邊啊？你方佢自己有咩？咪又俾佢拳打腳踢佢嘅太太係嘛？呢個街室嚟嘅係嘛？啊！你真係個個好混帳嘅真。啊！咁我咧今日咧暫時講到呢度，多謝各位。